们再介绍一次怎么玩。就是我们这里有三份，然后四张一模一样的牌。那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就会每个人呢乱去放一张牌在桌子上，然后大家开始那边你一张啊，我拿一张，你一张，我拿一张，然后拿一张，然后拿到最后看谁拿到四张一样的就摸鼻子，还没有摸鼻子的那个人就输了。其他人要跟着摸。对，拿到四张一样马上摸自己的鼻子。对，啊，如果没有看到别人有摸就要跟着摸。对对对，如果别人有拿到四张一样牌啊，然后他摸鼻子，你要马上摸。就最后摸人就输了。例如说，你看我现在有两张一样，然后我就把这两张就是一张拿出去，然后再拿一张牌，然后如果还有这张三的话，再把这一张拿出去，再拿一张三回来。对啊，那你就摸鼻子。对对对，那我看到你摸鼻子，我马上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要注意牌，然后还要注意别人摸鼻子。我没有要摸，不用看我。有，我先拍，我没有帮你拍。好。开始。谁先摸？哎、欸，两个同时哎、欸，好那从前面都看着你哎、欸，然后两个人看着你。好，现在再练习一次吗？好啊。好，再练习一次。好。你拿出牌的同时也要抢面，不然你会抢不到。开始。小心，你要你整四张牌而已哎，有紧张，哎他，OK 吗？那我现在我只拿个五张牌，对，你应该多放一张出来才对。我们全部都好了，正式开始喽。